我们这里有一个人，他是我们的同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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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交头接耳，你们两个出去。东方员外，说你呢？你敢教训本座？员外三思。 方兄，今日城区蹴鞠场有一场比赛，哎，要不咱们俩就凑个热闹？此时尚未散去，正门必有人值守。山人自有妙计。哎，你们俩待着别动啊！走，走啊，走！哎呀，哎呀！东方兄，快点，没人。东方兄。 东方兄，来了！快点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哎，本座竟然和长河守拉手尊狗斗！ 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什么人鬼鬼祟祟？快走！嗯，萧二郎，又是你呀？父子，这眼看快要到午饭时间了，请问夫子用饭了吗？萧二郎，你这整日蹴鞠跑马，是斗鸡走狗的啊？冥顽不化。 一点心思都不用在功课上，哎，今日还钻此狗洞，斯文扫地。要不是看着你父亲的颜面，我早就禀明既久。罢了，把你逐出。估计按照他说的是。还有你，哎，父子，这东方兄方才还劝我不该如此，他只是为了拉我回去，这才……哎，与他无关，是我应拉着他出来的。哎，好，哎，哎呀，孺子不可教啊！